晚你好，受到强烈冷气团的影响，今天各地的温度都明显下降了。除了台东之外，其他各地高温通通降到了20度以下，水汽变多。北部东半部之外，中南部的山区有些局部短暂雨。今天晚上情人夜，很多人要约会，提醒您温度比较低，一定要注意保暖。而明天呢，将会是这波冷空气影响最明显的时间点，各地都还是来得比较寒冷，局部地区低温大约只有9到10度左右，还好水汽减少，明天只有基隆、宜兰有些零星降雨，要等到礼拜四的白天开始，冷空气减弱，温度才会逐渐回升。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。云图上来看到，今天除了强冷空气南下带来一些水汽之外呢，华南这里有些水汽移出来，所以造成今天除了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有些局部短暂雨，中南部的山区今天白天有些局部降雨发生。不过还好，等到明天华南过来的水汽就要减少喽，所以明天取而代之靠过来的是属于比较干燥的空气，当然呢，整个降雨就会明显的缓和。只不过因为东北季风还是比较强，所以迎风面的基隆跟宜兰这一带，明天云量还是比较多，偶尔可能有一些零星的飘雨。其他各地降雨几率都不高的，只有在台北、桃园云层比较厚，新竹以南、中部南部还有华东地区，在明天逐渐都有机会见到阳光。接下来等到后天，也就是礼拜四的时候呢，这个东北季风开始要慢慢减弱了，水汽也不多，所以目前看礼拜四呢，也只有在基隆、宜兰有些零星降雨，其他各地都是晴到多云，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。接下来礼拜五到礼拜六，风向进一步转为偏东风到东南风要吹起来了，西半部背风面在五六这两天还是晴到多云的稳定天气，只不过东半部迎风面目前看五六这两天就会有些短暂雨的机会哦。而下一次明显的天气变化会落在礼拜天的下半天，目前看礼拜天的下午过后呢，下一波冷空气报道，北部东半部降雨又要再度增加。而温度部分，透过地面天气图谣来看到，昨天封面过了，后头高压一出来，也开始带来一些比较强的冷空气。今天各地的温度明显下降，提醒您，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会先迎来第一次的低温。在中部以北到东北部呢，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局部低温可能下探10到11度左右，出门约会注意保暖。接着明天白天将会是这波冷空气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，所以这种白天的温度明天也升不太上去的哦。明天的高温来看呢，在北台湾整天呢大约只有13到14度左右，中部跟东部高温只有18度，南部高温大约在22度，所以中部以北东半部整天比较寒冷，南部地区整天也比较偏凉。明天晚上到礼拜四的清晨还会有一波低温，因为除了冷空气天气好，辐射冷却作用加进来，明天晚上礼拜四的清晨，中部以北东北部可能要下探9到10度左右，等到礼拜四的白天开始，温度才会逐渐回升。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叮咛就要提醒大家了，明天各地是比较寒冷的，你一定要注意保暖，尤其长辈朋友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留意身体健康，还有呢，东北季风比较强，各地沿海也要慎防强阵风出现。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。明天持续受到强烈冷气团的影响，在北部地区呢，整天都是比较偏冷的。而在雨的部分呢，明显的减少，只是呢，包括了台北、桃园云量还是比较多。基隆12到13度，台北12到13度，新北11到14度，桃园、新竹11到14度，苗栗10到14度。而到了中部地区呢，明天虽然白天可以见到阳光，不过白天感觉还是比较凉冷的，尤其早晚温度比较低，台中13到18度，彰化13到16度，南投12到19度，云林13到19度，嘉义13到19度，都不会下雨。降雨几率都是零，而到了南部地区呢，明天白天也是比较偏凉，尤其早晚也是偏冷。台南14到21度，高雄16到23度，屏东15到22度。明天主要都是多云到晴。而东半部地区来看的话，在明天基本上降雨几率也不高，只有在基隆、宜兰偶尔有些零星的飘雨。宜兰12到14度，花莲14到17度，台东16到19度。明天华东地区云量偏多，但有机会见到阳光。外岛多云到晴的，金门、澎湖高温15度。而未来天气要透过图卡告诉大家。明天各地的温度比较偏低，还好降雨不多。礼拜四的白天开始温度慢慢回升了，礼拜五、礼拜六回暖状况更明显。西半部天晴，东半部有些短暂雨。锁定台视气象，君凯每天跟您聊天晴。